看着姜，就这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坤妈，咱今天炸个酱吃，主菜就是黄豆酱、小葱和鸡蛋。这个酱一酱多吃，拌面、拌饭、蘸菜都特别好。咱先把小葱洗一洗，把小葱洗净，切成葱块。锅里放油，鸡蛋打散，开始炒鸡蛋，小火炒了面。太老，盛出来备用。锅中再放油，稍微多放一点点。油热了，把小葱放进去，别都放里头，留点，留一半。小火啊，这葱花别炸糊了，扒拉出来香味儿。开始往里放酱，然后就会看见那个酱慢慢的变色儿了。颜色一变深，赶紧把鸡蛋和剩下的小葱放进去，快速搅拌，关火出锅。